这里面是洞，嗯，因为有点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比较没有自信的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就是刚开始那种想法是，大家刚参加那个青年会的会议，然后台风，我是想说，请大家来看看有没有这样子，我的想法就跟大家一样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会步入到台风青年嘛，需要出来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不管过去爸爸妈妈或者前辈，他们有没有做，起码我们这个新的社区做，说我想不要看别人干嘛，做多少，做到哪里就到哪里去。就在走的时候，必须老像，如果不下去，有一点有怀疑，有好像也没说到什么，好像刚也听说台风变轻台了嘛，好像也超过过海了，没有了，好像。自己想到卫生总长，我看就回去了，结果没想到到卫生总长又开始有工作。我又这样想法，我先出来，真的是，其实没有做到工作就蛮好的，大家再参与一下。不然没事做，也在家里搭电脑。看看谁有没有讲的去。